这些吗？不做不做。不做啊。租个摩托车，但是我不知道去哪儿租啊。往前走走先。多少钱？两万五，不是两万吗？不是两万啊，还真是哈，都涨价了，都涨价了。冰，不要冰的就要这个，都涨价了。对，啊，不用不用不用。管管管。好。那这条街是集体都涨价了，正常就是两万五，不，正常就是两万。他们是商量着来的，前两天我过来，一个礼拜没有啊，一个礼拜都不到啊，是两万一个，现在都涨到两万五了。这个过马路是真是小跑啊。第一家我以为他是蒙我呢，因为之前都是那个女的给我切，这次我没问价，直接就让她切。结果呢，她说两万五，两万五呢，我以为她在蒙我，这男的。但是这条街属实都是涨价了，涨价涨价吧。两万五其实也不贵啊。哎呀，一会儿就喝完了。两万五大概相当于什么？相当于，哎，两万是三六一十八，三五一十五，那就是相当于二三得六，三五一十五，七块钱多一点儿，相当于涨了一块多钱，嗨。这是一个小型的菜市场，
这个小巷子就是越南比较典型的小巷子。那种高层的公寓楼很少，几乎就是没有，像这种老街这种小的城市几乎就是没有，绝大多数呢都是自己买地皮，然后经过政府的审批盖那么三层，像这种的盖个，这就是盖了三层，它的纵深很长啊，纵深看起来得有多少米啊，得有二三十米，20多米。买这么一套三层的，算上地皮，大概是150万就可以买到了，150万人民币，这是老街的价格。但是150万人民币在对面中国的河口，只能买到，也能买到一个大平层了。河口的房价大概是4-5千块钱吧，也能买一个大平层，但是呢，人家是永久产权，可以买卖的，你只能买一个70年产权的这个公寓房子。这谷歌地图不太好用，我感觉。里面那个是
到了老街火车站，嘎老街就是老街火车站的意思。那么我们要买一个旅馆，60千、100千、150千、200千，60千就是60万。买一个到河内的票，在哪买呢？先看一下这个红车是不是？没写着，没写到哪儿。